让鬼龙现身，斗三拳吧。鬼龙可是很臭屁的哦，到时候如果言语冒犯，请盟主见谅。盟主的位置，要不要换人坐坐看？我的一人全名叫做大侠猫五，在麻瓜面前可以叫我九五就好。怎么好意思这样叫呢？太失礼了。是啊，如果这样叫的话，人家会不会觉得九二跟九八没有一起来啊？啊！夏天，不要无礼。无所谓，名字嘛，不过是个称谓。那，盟主。今天应该有易容吧？夏爱卿的家在铁石宫战绩显赫，自当以本尊现身。哦，那你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年轻很多哎。你们大概是受到我弟弟九来的影响。夏天，你的鬼龙想出来打一架。对不起，公主，我还不是那么的能控制鬼龙。不急，这是你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的体质在做事。鬼龙难得遇到善助你这么强的人，当然想出来打一架。哇塞，公主，你还真是对我了若指掌。职责所在，不过以你现在的状态，想赶上我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不过不急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还是打上架的。夏天，夏天。夏天。公主。公主，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？我也睡不着啊。所以想找鬼龙，另觅身手。真的可以吗？别客套了，求之不得吧。你现在应该不用撕下封龙贴，就短暂的时间控制鬼龙，对吧？盟主你也太神奇了吧！该不会有装什么监视器在我身上吧？那不是盲死，修告诉我的。你让鬼龙现身，打我三拳吧。鬼龙可是很臭屁的哦，到时候如果言语冒犯，请盟主见谅。我现在这个身份地位，无聊死了，没人敢跟我臭屁。我倒是很想尝尝那种被羞辱的滋味，所以别客气了。来吧。那我就不客气。能单独打败八个魍魉的少年盟主，我看也不过如此，简直就是浪者虚名。你的身体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好，盟主的位置要不要换人坐坐看？好像爆发力十足的鬼龙，在获得了灭力量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难怪我弟弟九来，柔情也有震天术压制你。今天要不是看在夏天的肉身需要被保留的份上，你早就消失了，还在猖狂什么？看看你这虚弱的德性，你根本就是在硬撑吧，还想要激怒我？你有本事就出来啊，不要躲在夏天后面，通天的本领只有自己听得到。今天我给你机会活动活动筋骨，如果你把握机会的话，夏天的鬼控术是越来越好，看你就准备消失吧。我是不可能会消失的。想要激怒我，这是我鬼人。你好，我就了却你的心愿，让你死得瞑目。
盟主，盟主你怎么了？盟主你醒醒啊！醒醒，盟主！怎么还是要出来？能够两拳之内击倒我的人，的确有终极铁克人的料。盟主，盟主，盟主醒醒！盟主，盟主，盟主醒醒啊！